才伫柜台遐确定，文瑶甲迄个 Jesse 就是直接食饭无对，那你一定要找到伊，看清楚迄个 Jesse 到底是做甚物款，才会当抓着机会，破坏伊未来甲文瑶发展的可能。谢谢，这顿无我请，你袂当有意见。What？ 我做了跟老董事长讲话，我要请，而且你有早就来呢，你变做我就失礼。那么动作我比你较早登来台湾，我有主场优势。我嘛顺续代替阮爸要感谢你，以后你来阮永兴集团尽心尽力付出。毕竟啊，阮永兴集团未来发展是毋是当愈来愈好，我靠这是你的集团瘦身计划。这 Jesse 嘛是生作一般尔啊，老在乡界学落架，袂随咱话水嘞，咁咪想法嘛？那呢，我就要甲你说多谢。哎，对啦，你等下有代志无？咱会当做去听歌。酒吧这边哦，那边迄水准有够好诶，会当去放轻松些。今日你请我吃牛排，那呢我坚持，请你听歌，安怎？靖宇，伊哪得来啊？归去，利用这事来搬一出戏，让靖宇伤心。看伊以后的情书，会如何如何处理？艾芬，刚讲你连半点钟时间拢无，我就是讲咱认识朋友啊。哦，你别误会了，我等有时间陪你听歌，就照你的意思。好，那呢，我即摆打电话柜台，替咱楼较头前位。谢谢，陈总。那我今日替我的目睭出疼的。你别用手捏啦，安尼目睭受伤啦。你稍等，稍等。来，我看看。来，安总，有看好无？好大气啊，多谢你。好了，点。这查某出头哪会遐济啊？看起来。你对文瑶跟你真正有意思呢。你好，我是度假五星卡电话来808号房的 Miss Jones。帮你查查。我看现场排队，还有 Live Band 应该真受欢迎。我不会骗你。请跟我来。放手啦！我个朋友在内底要听歌呢。干嘛呢，大嫂？我知影你想要创啥，我无可能让你离去破坏二哥的约会。你是要白讲啥？我唔知影文瑶伫迄只约会啊。对我来。你坐来，叫不送啊？安姐，你是不是误会我什么啊？我根本不知道文瑶伊嘛来遮啊！啊，你还讲我来破坏伊的约会？大嫂，你莫阁骗我！你伫咧酒家甲二哥讲的话，我伫咧外口全部拢听到啊！我哪有甲伊讲啥啦？哦，我嘛只是甲伊讲，叫伊唔好因为爸的压力，当下逼家己做一挂伊无想要做的代志啊！你是不是听不到什么？所以你误会我。我听得清清楚楚，敢有需要给我听到，再讲一次给你听。我听到你跟二哥讲，要向过去平是你的代志，
你家己也处理了好，袂让伊起怀疑。只是你无法够去温暖你对二哥的感情啊，因为你已经去爱着二哥，你嘛不准二哥继续伤害你，阁是安尼。真正会听到，大嫂，你是安怎会安尼啊？哥伊是全心全意咧爱你，保护你，你哪会当这尔啊无情，这尔啊残忍对待伊？哥是倒位对不起你啊？你哪会当爱着其他的查甫人？尤其是这个人，不是别人，伊是哥港北国贝兄弟，是你的小姐啦！大嫂，你哪会当做出这款代志啊？哥不是一直对你足好的，你哪会当安尼伤害哥？你跟我是我是识迄个好大嫂。安尼听起来，如安姐只是听到我甲文瑶讲的最后一段话尔。我甲知，还阁有办法补救。你敢无需要给我一个交代？你即摆连解释拢袂当讲啊！是要解释什么啦？阿伟弟，我讲的每一句每一句，你拢嘛听得足清楚啊，敢毋是？你敢是认真的？所以你真正变心起来别人，买伫过啊？过会无法度承受这款的打击嘞！你明明知影过去伊在感情上有受过伤，伊真无简单才有勇气走出来去接受你的感情。结果你煞人生安尼对待伊，你敢袂感觉安尼伤过过分啊？敢袂过分？感情的代志本来也足歹讲的，我嘛唔知影是安怎，煞发现我对恁哥的感情愈来愈薄啊。这嘛不是我会当控制的。你哪会当讲到甲你一点关系拢无啊？这是你甲哥的婚姻，是恁两个人的爱情。爱情本来就无道理通讲啊。而且爱情的关键，不是伫恁哥有爱我无，而是爱问我家己，我到底需要什么款的爱情？所以我发现，我需要的敢那不是恁哥迄款。紧迫盯人，我无都喘气，充满压力、甲负担的感情啊！你的意思是，你真正介意着二哥啊？问题是二哥也无介意你啊！你敢有需要恁某向孤注一掷？无你甲最后你还是一条空啊！大嫂，趁即摆也会付的。你赶紧把你的感情收倒转来，我会当当作啥物拢唔知影。只要你愿意倒去哥的身躯边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是咧笑啥？我讲的是认真的。我笑啥？是你太过认真了。你刚才怎啊表情偌严肃啊？啊？而且你敢有想过，是安怎你会对这件代志这样着急、这样生气啊？我生气当然是你伤害哥，不是？你的生气是因为你吃醋，吃醋？吃谁的醋啊？吃恁二哥的醋，因为你嘛同款去介意着恁二哥啊。袂讲，我哪有可能去嫁二哥？我讲我袂讲。看清楚，眼神是袂骗人的。你伫泰国实习完了后，你伫对我好感。你危险的时阵，三番两次拢是伊在救你。你跋在溪底。伊嘛是无顾家己的性命对你跳落去，你感觉手抓讲，你精神了，看到伊的头一摆，你对伊拢无动心吗？我无，我知二哥对我足好，不过我无可能去嫁二哥，
你莫后边编故事啊！是我咧编故事，啊是你唔敢承认，你嘛去介意着恁二哥的事实啦？其实我拢看出出啦，你就是因为嘛去介意着恁二哥，所以唔才找借口讲要走动我，赶你对过来嘛。不是安尼，你要把代志牵到到我家来。文姐，你还做无老实的哦？啊嘛对啦，那我做我是你，我有哪唔敢承认？因为毕竟去爱着甲家己有血缘关系二哥，迄足严重的代志呢。因为迄叫做断伦。乱伦，你妈后边讲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凊彩你啦，看你是要安怎欺骗你家己拢悠哉你啦。哎呀，不过，我是希望你想好清楚哦。这去介意着家己有血缘关系阿兄，乱伦这罪名较歹听，也是我这阿嫂去介意着家己的小姐啊，名声较臭啊。是真实的，我真正介意到二哥，不应该，不应该。杰西，你完做吗？不太记得，可能是因为有邻居有淡薄仔头壳讲，再无说无多。哦，多谢你。那么我扶你落去。啊，谢你哦。安姐，伊哪来遮？敢是金玉西人带过来？我的心，哎，有样感觉足疼。阿芬，你伫看迄个查某囡仔，恁两人敢有熟识？哦，伊是我小妹啦。我想起来，罗安杰对吧？Hi, I'm Jessie. Nice to meet you. 你好，我是罗安杰，感谢你照顾我恩哥。是伊照顾我，拄则那不是我得为楼梯下来。今日你小妹伫遮。那呢，我等一下叫车，你两个当做伙回去。谢谢，你拄则不是讲，小弟那边你忘记继续饮酒。那我来啉，因为那怕别离，别定来我怕死完。二哥，你袂记你酒量无好，你若是啉伤济，最敢唔知影人。哎呀，无代志啦，姐是照顾我，伊会送我上车。你别烦恼我，你家先回去。你家己讲的哦，到时你若是酒醉倒伫咧门卡口，莫想讲我会扶你。你敢有气力当扶我？你莫两尊公，你换个照顾我。我等下落架以后，我从来无唔忙，会当我靠你。我知影，我以后袂阁过后管你的代志。